来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了啊！这是我们的卫冕的汉仪啊，上面就赚了2万2千2，厉害，这个好不好？向他看齐，加油了！来开门，哇，double，很快，谁放他？ 可能就要淘汰了，好不好？那他放谁，他可能要淘汰了。对啦，看四张牌。庄家汉云，争议的牌，江江，凯文，吴，方瑜，加油！出菜。东风，红中，大声，9条，北风。 2条，碰一个，8万，碰个，都给你们玩，8万都有，6条，碰一个，没有，5条。 吃，哇，吃，嗯，三出，胃口好好哦，对啊，红中 ，hold 得住，4条，红中，7条。 9铜，9万，7饼，花，卖花的小男孩，卖花点，西风，哇，这个花杠了耶，1万，4条。 我要沦落在街头饿死了，姐姐饿，姐姐饿，我想一想，3条，不要读他，什么时候天上到底？刚刚5分钟前，5分钟前吗？ 哦，你是个打电话来询价顾了，没险了，没了，3万，3万，没事，7万，9万，哎呦，动起来了，有起色了，终于有8万，8万了，哎呀，怎么？ 他反应太慢，5条，反应太慢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干一个，1饼，嗯，东风，东东都抢，刚打。 放什么？把什么放进去？奶罩。2饼。2饼。那。哇！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还好，你们这样子啊，没事。好，来，东风三缺一，第二把，要把来争议。6，看四下的牌。庄家林争议。哟，庄凯文。加油。张方宇。姐。
好，蔬菜，来，南风，发财，这边，好，谢谢，南风，北风，通知。 和平，东风，有人要碰六，看看。这边，这边有没有人要？碰一个。哇，吓死人了！六万，通知。喂。哦。 三万，七笔盖章，胡子，麻烦有一张，可以了，好，爽手了，好，五条，交饼。 好，那应该是逼不得已。这牌来得太晚。六饼。九条。南风。还有字哦。 九万，慌，这一周又懂了。哎呀，上一次打的也是九万。苦花，有缘有缘有缘。一饼。自摸。啊？还想了这么久？还躲下来？我还躲下来。这牌就被害于害了。 害的，是你害的。本来就是啊，对啊。我常讲哦，教大家打牌，当这种牌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打？六九。这种牌说怎么打？啊？六九。他去打九万呢？哎。给你碰啊。哎。我先打八万，对啊，好，对啊。为什么先打八万？打九先打八万？ 为什么不打七万呢？他放炮，还是你怕你没眼睛？六万都碰了，对不对？顶多给一个边七万好不好？了不起啊，八万也死了，这牌会七万有事吗？对不对？机会很小嘛。这种牌，你打了七万，随便上一条、二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，全部停牌，懂不懂？结果他转手摸一条。 就有两个将，对我常跟他讲，这种牌绝对不能这样打，你可以，我们讲打麻将就用那个最大的几率来去做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牌一打了八万，你非得上什么二四七条，对不对？非得上二四七条没有就没有了，但你打七万以后呢？哎，你可以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差多少张牌？ 这么简单的吗？学起来，学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就算你放炮啊！人家不愿意啊！人家自摸更高分的，自摸一台的两台。好，来，洪文山轩第三把，来，凯文，十一，来看试驾的牌。好的，庄家凯文，耶。 方宇的牌，再胡一把，凯云，我要自摸，争议，我也要自摸，来把出菜喽，凯文，好，一条，好，小鸡，牌很好，现在凯文落后哦，啊，好，白板，发财，北风，花，白鸡。
九条，边边角角的都先打了哈。拜拜。八条。太离谱了吧，这个牌！那考虑那么久的，说想一下啦。你怀孕了对不对？太久没打牌了，没有啦。九饼哦，嘣！来，九饼碰起来。五饼。八。八条。二万，北风，士兵，碰一个，看你是会碰，七饼，谢谢老板。吓死我了！你要干嘛？来倒一下，来倒一下。不是你倒的，真的你倒的。我想说你是真的是你倒的。把这种牌去替七饼，那应该打八饼。不是刚刚，我本来就该打八饼啊。一万这种好出现的，不是一万好出现。我看他碰死七万了，七万跟不是一万好出现。这牌一九饼，这牌一九饼，万子这么多连线的，你摸个八万打一万，听三六九万，没错没错。你吃三万听二五八万，对不对？你吃五八万听三六万，啊！傻人有傻福啦，这一万让我都气了。他两张哎，他也两张哎，结果竟然让你捡到。对呀。哎呀！傻人有傻福啦。好。有。独听一台。东山圈最后一把的看四家的积分。好的，因为我们方瑜呢有摸了一把，所以分数现在最高是6900分。然后汉瑜最低3800，争议有5400分，凯文是3900。啊，差100，你们两个。我们俩差100。啊，所以你们俩其中一个要被淘汰啊。好，来。看不看啊？五自己。五。看四家的牌。庄家方瑜，加油！汉瑜的牌。摸一把，来吃菜喽。南风，发财。南风，来比碰一个，九万。好。西风。六万，六万这么好的牌吃不到。东风，八锁，北风，西风，北风。大饼，北一呀，又是北风啊！阿北又来了，北哥来了，八万，他已经还落后凯文100分了。嗯，红中，红，红中碰起来，来 K， 二碰一个，大锁。小鸡，五万，怎么笑了呢？你为什么笑？一位正常，一位正常。大饼，发财！哇，你有三个发财！
吃。哎呦！东风。东风存在里面。还有角色。看门狗，看门狗。他看门狗很多呢。九条。八饼。八饼，我带起。五饼。九万五了。哦，厉害厉害！来，大家打牌，六九万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白皮一台。那刚刚凯文呢，本来领先一百，这一来一往呢，倒数五百，好了，所以凯文呢，东风淘汰。挑战吧，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